말아 쳐래. 아, 또 쳐래. 아. 쳐래. 언니 어디가 고하시는 거야? 내 좀 어려 그래. 너무 착하네. 这是鲁阿姨，年轻时她被称为上钢一厂的厂花，自从二十多岁嫁到外滩之后，至今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。而她当年谈恋爱的地方，就是著名的情人墙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。这夜的风儿吹。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我要美丽的衣裳，为你对镜贴花黄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我一直想找当年的亲历者问问，在情人墙谈恋爱究竟是什么感觉呢？当年在情人墙谈恋爱要怎么打扮呢？哎呦，我跟卢阿姨长得实在太不像了。太像了啊，太像了啊。你觉得我像她年轻时候啊？是的，她比我好看。看你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去。哎呦，卢阿姨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。哦，我今天还带了好多衣服来，我们先放下来，等一下你帮我们挑。对的，就是要让你挑挑看。对，挑挑看。那时候你们七十年，就是我们七几年的时候。你那时候你们去情人墙是应该是七几年的时候？七零年啊，七一年、七二年。对，你们去的时候人多吗？对，有的时候挨不上号了，挨不上号了，就因为这次他怎么？哦，你们把这个叫挨不上号的。挨不上号就是说没有空位。哦。可是我比他稍小点。阿拉妈是再三再四跟我讲，搿地方勿好去。勿许，应该也没啥。哎，勿许，为什么呢？不许啊，不可以啊。嗯，其实应该也没啥了。那其实上海人对于那个地方，他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。伊个角度来讲，侬搿种事是侪老正常的。但当然讲勿正常，对伐？是啊。就要干涉侬了，嗯，对伐？地动文操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哎，一个人关心。分开点，分开点。嗯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好走了。跟侬听到过个声音吗？听到过了。嗯。那两个人蛮挂的，对吧？阿拉搿地方还勿去个，搿辰光都勿来。阿拉搿种还是去。手也勿敢抬，对吧？扎个头绑了一道，下面裤子上。嗯。像不是像现在已经抱了一起。我刚刚意识到，所谓情人墙，其实就是外滩的防汛墙。在住房紧张、娱乐贫乏的时代，这条水泥墙为上海恋人们挡住了别人好奇的目光，保留了自己最后那一点点隐私与尊严。鲁阿姨谈恋爱的1972年正是情人墙的鼎盛时期，但其实我们找到的视频资料已经是80年代末的了。真正的上海恋人们是什么样子呢？我那是小辰光看见过，伊拉呢？侪没看见过，阿拉呢就讲大家抽衣裳，大家抽衣裳就请侬帮伊穿人工，穿人工搿辰光情人墙的辰光，侬看到过小姑娘的样子。我拿来你帮我们挑挑看哦。哎，侬给给看。哎，你看看哪些是当我们可以放在床上吗？可以啊，侬放在床上。这我们都是经常翻樟木箱子啊，翻出来，哎，翻出来的呀，分分就要翻出来。那搿点像伐？搿点有点像伐？搿点白衬衫有点像伐？啥是白衬衫也勿像？啊，错勿错，白衬衫嘛就。那这个领子像伐？这个领头像伐？搿只领头有点像伐？还是也勿来三啊？当时的衣服不可能是收腰的。
根本一出来，穿了还看不出的呀！看了还穿了看不出，是搿种羊毛衫呀！有的搿能样件羊毛衫是吃香了不得了。这还是当年的中华。就是搿样件羊毛衫老吃香了。颜色也好好看。这个呢是可以的。搿可以。但是颜色不配配。冇颜色有的搿能介已经属于老漂亮的了。哎，鞋子不就哎，鞋子。穿过这样的鞋子吗？穿过啊。啊，那个是可以穿的哦，差不多，哎，这个鞋子专门去买的，哎，这个鞋子属于蛮时髦嘞，是用的这配高的，哎，卢阿姨，侬帮伊改一套呢？哎，你觉得我穿什么了？就最想的呢？你想想象一下，你当时要去见他了，哎，侬会得改啥？那么我就改这个，侬改这个对吧？搿辰光因为搿有的已经半高龄的白的是吃香了不得了，哦，那么穿条裙子，哎，老漂亮的，好好好，撸起来撸起来。打扮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那看到阿拉当初辰光，搿是最漂亮的地方，去最漂亮的。当时搿辰光，有的啥人有的就搿白个羊毛衫高领头，哎呦，人家侪借阿拉穿嘞。侬好像要这样子吧？觉得土眼话，侬个袖子骨要翻过来，就要分过来了，这个就土了。就土不露了，有土味道，这个可以了，就是马马虎虎对吧？这抖音不像，哎，抖音马上弄它，那怎么弄？你当时头发怎么样的呀？头发可以猜到他那个头发了。哎呦，我跟卢阿姨长得实在太不像了，太像了啊！你觉得我像他年轻时候啊？是的，他比我好看。看你的时候我就。想到过去了。哎呦，罗阿姨，我听这话心里很酸的。怎么酸的了？我们本来是想让罗阿姨给我打扮，没想到最后帮我梳头的却是黄伯伯。在过去的30多年，黄伯伯就是这样每天给罗阿姨梳头，每天看着这个当年在情人墙一起谈恋爱的姑娘。是搿搭，你搿搭，伊拉跟你改搿搭，差不多。看看远处啊，那个时候在初秋的上海，我变身70年代厂花，和真正的厂花夫妇一起遥想过去。如今的情人墙已经变成外滩滨水区，但此情此景仍让我想起当年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写下的话，他们优雅的依地而语，一对与另一对之间只差1厘米距离。但绝不会串掉。这1厘米的距离让我感动，也让我好奇，为什么情人墙只在外滩，在上海出现过？这样一种分寸感，又是从哪里来的？